台南市教师综合演习中心举办新建工程动土典礼，现场邀请到市长吴怡泰、市员以及地方首长等人，共同为新建的工程进行动土仪式。而这栋教师综合演习中心由市府全部核定支出1亿2449万，将新建一栋综合演习大楼和社区活动中心，除了能提供教师学习新的观点和教学，也能让社区利用空间来活动。台南市教师综合演习中心今仔举办新建工程动土典礼，邀请市长吴怡泰、市员陈碧玉、林志典、林志聪、李维迪以及地方首长等人，共同为新建工程上好祭拜，并且进行动土典礼。动手枪，动土电机工程。市长吴怡泰表示，台南市教师综合演习中心由市府全部核定支出1亿2400万，兴建一栋综合建设大楼和社区活动中心，除了提供教师学习新的观念和教学，也能让社区利用活动空间。建筑完成之后，不仅可以成为学校来使用，那部分可以提供给这个社区啊，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的地点。那因此呢，很感谢那议会的支持，因为这几亿两千四百万。中是起款用用国国走了吼啊，所以说我们很努力的在这个地方，希望做的让教学让市政以及让地方有更好的一个空间。市府教育局表示，台南市教师综合研习中心预计伫113年完工，未来伫原址也新建新的学校，提供周边人口生活圈就学需求，减轻人口附近学校新学生增加的问题，方便学生在地就学。记者萧建伟安定区采访报道。